我们的活动是有自己的摄影师，所以呢，如果有外面来的记者，请你尊重我们的活动的进行，也希望你们呢，在报道上也不要做一些批判，谢谢。 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好吃，香蕉很大。Inak banana no bumbung masal kau no. Oh, masal kau no. Oh, banana.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大。我知道。Inak banana no bumbung malay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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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有的太熟了。我先生的香蕉，我先生的香蕉软软的。Ah, madaw puna inak banana no bumbung malay pokin.
이래. 아야, 아야, 아이 멋있. 好好好
是吗？啊，你去各个原住民的活动拍了影片，然后上传以后，底下里面全都是负面偏激字眼。啊，那个字是你写的吗？还是不是？别人写我，应该不是。别人写你的，啊，你就这样所作所为啊！你拍了影片，然后说，你去秀林国中拍他们运动会影片，然后说全部都是什么酒鬼毒娃，什么鬼？那跟影片有关系吗？你做的啊。两边夹击是另外的事情，威胁叫那个频道是不是你的吧？是我频道怎么了吗？所以频道是你的，影片是你上传的，影片是你做的吗？你现在有什么事情？就是为什么这样乱报道呢？就是这个事情呢、啊？难道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人家你应该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你一个录影看是不是？你那影片我有在录影啊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你这样弄对吗？为了什么事情？你只是讲是为了什么事情，这样对了吗？你这样对吗？这些是干嘛？你想看闹什么？在我们这里是干嘛？你一句话是为了这个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不要假惺惺好不好？不要在我们村里出现了。我等下回来，我看到你看看，我一个试试看哈。乱笑。那个喉咙怎么讲？喉咙，喉咙，喉咙，很深的喉咙怎么讲？很深怎么讲？不要讲，鸡鸡在喉咙是啦。哦，那有的女生很会吞那个乌达斯，吞很深，那个吞到20公分。对，他说一个喉咙是啦，他可以吞，可以吞到这边，到这边男生就很舒服。对，但是。他会吐，对，有的很厉害，有的很有经验厉害。我们这边没有太阳这边啊，看你们花莲应该有吧？那种高马大，有的可以，那个嘴巴怎么讲？那呱呱，有的可以没救那呱讲哦。做爱怎么讲？有肉，有肉。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不理智，不久也可以啊。男生去、啊。那女生的怎么讲？不举。那男生那个睾丸怎么讲？阿拉来。勃起那个怎么讲？打克。射精要怎么讲？怎么打？男生打手枪那个怎么讲？就没有得讲。
也可以讲说庐山庐师。我讲很爽，那个字怎么讲？爽哇！啊，很色。麻烦。吴大师 BB， 对对，好听。他姓吴的大师啊，他妈妈的啊不，他的老婆叫 BB， 哎，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，啊 BB 是洞口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。
要拆掉，好，你要离开，没有互相保留证据嘛？你要保留你的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，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好，那个电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李先生，你刚刚就在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电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。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现场。加油，加油！
题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其实跟那个五爷骂他，我不是今天不是纯粹说怎么样，其实，喂，我问你的，你请问一下你姓什么？身份证拿出来，马上我就轰你啊！你身份证没有拿出来，我马上轰你哦，马上赶走你。麻烦请你把你身份证拿出来。你们请问？我，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不认识，从头到尾我们不认识哦。爸爸，今天是我才认识，他是圆明会那边的。我靠你老了，圆明会，麻烦你证件拿出来。他们这个两个都是严敏慧，麻烦你的证件拿出来，要不然我就轰你，我马上麻烦你滚。来，叫妈妈上去了。你今天以什么名义来这里？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我已经给你时间了，你再不离开的话，马上我叫警察来这里。夜路走多了，总会碰到鬼哈。你都没想过说一天比一天高，你以为是黄芪啊？你以为是骗陈水扁那个黄芪、啊？我看你啊，没有比陈水扁的那个算命的黄芪那么高招啊！啊，你以为是黄芪啊？你还差得远呢、啊，因为你在这里没有贡献，我干嘛留你啊？喂，警察局吗？对啊，我告你哦，泄露民宅啊！你再不离开的话，我要行使公权力。麻烦一下，我们这边没有功德宴，我们不是赖清德、赖院长这里啊。你要的话，你要找蔡英文，我们不姓蔡。我们这姓柳哈，不管可以人就是有同情心，但是你的同情心不是在这里，你用错地方，啊，不是每个乡下都可以如你所愿，你可以找别人，好吧？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家而已，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去找。你是男孩子要阿萨里吗？好不好？